友打个招呼。Hello。给你拿着吧，就带着吧。我以后会留长发不？嗯，暂时不会。啊，以后能不能？这什么问题？喜欢什么奶茶？最近减肥，然后以前什么奶茶都可以。啊，啥时候穿裙子？我去，裙子，自己要穿肯定不会穿，别人让穿，教练让穿，必须要穿，考虑考虑。Hulk collection plate is never empty。好的，反攻，连续的反拉得手啊！关键分啊，胸变直线，继续对攻，哇！这个2000 years later.夺冠了，怎么评价王主席自个儿的搭档？我搭档呢，首先也挺可爱的，然后吧，场上打球吧也挺有样的。完了，希望下次还能跟他配吧。我觉得还是收获就是那种心态跟一些比赛焦灼，或者是就是思想心理的一些稳定吧。因为上去确实自己有点紧张吧，也没打过这么大的比赛吧。然后这次打完会对自己以后有帮助吧。